少女前線。少女前線。做了个梦，梦里没想过会落空，醒来的时候睡着疼痛，眼眶泛红。少女前線。早。怎样才算有始有终？走向离开后，默默的举重，却不会所动。伤痛起了化学作用，爱情的世界没水白油溶。今天哦，22，我觉得可能不会哦。不是只有无动于衷，也曾经告诉他我伤得有多重，我能给多少包容。我不习惯很痛，他是我开场过两分钟后他才回我，所以我认为算迟到。对，迟到但三十分钟内出现，我认为应该开这个选项。我的认知是这样子。也曾想过用着他却成哇，看假蛋。想离开后默默的举重，却不会说动。想到起了化学。真的会打二吗？可能不会。爱情的世界没水白油。他如果要他早就问我了，他没问我。可是心血人选靠拢，我不习惯寒冬。是只有不同宇宙，也曾经告诉他我伤得有多重。所以我觉得刚刚的赌盘应该要开有道，但迟到了三十分钟。我认为要开这个，因为他如果说今天是准时的话，他应该要在
教法，因为这一集接下来，哎，对了，今天这一集我先讲，这一集我参考论坛的教法，因为这一集真的不看论坛，不知道太难了，我自己也想不到，我当初也是看人家论坛的，所以打法基本上跟论坛的打法雷同。我说那个，那在这个就没有往你说的参考论坛的教法。不留一点余地，把那个球升级了，就是，改天你去就变店面了。他没有，哦，有找到找到，有，你自己要吃。你先吃一口看看，我是很久没吃了。你先吃一口。嗯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吃过了。那你喂我。我要海带跟。干，这有够辣。嗯。很辣呢。嗯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哎，对了，今天这集我先讲，这集我参考论坛的教法，因为这一集真的不看论坛你会打不过，太难了。我自己也想不到，我当初也是看人家论坛的，所以打法基本上跟论坛的打法雷同。好，那在这个就直接往，也就是说看别的我描述什么明显，说什么要拍，剪图片拍一拍呢，何必那么辛苦呢？你说是不是？那我们接下来希望这队可以顶住。哦，这队干他队伍都五货，主力队打这个很快。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上面那一队后。事情好了，我不站了，等第三回合。他往上吗？还是往前？我比较哦，这只撞过来了。我比较在意的是上面那只往会往上还是往前？哦，嘿，对，一只是比较难的，其实就是那只 boss 而已。那只 boss 比较硬，那打过的话就赢了。其他的应该就你只要第二队能靠得过这个，那我现在是放主力队去打下半部，然后让二队去或许打。一直在这里。OK， 那现在是我们的第四回合，考一下回合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会觉得我们先把网干掉，好，我们去变网吧。对，那我很怕他早上就知道他要遇到敌人，这是我比较担心。那因为网点全都是机甲，还蛮麻烦的，说实话还蛮麻烦的。OK， 看看王子打的，手枪倒一只，脚那边蹲。啊、你待会这个网上去踩雷达看看。哇、哦，他重点是要清掉全部，对不对？我很怕这边有人。妹妹，你要睡这对，来帮你清一个位置，探路。OK， 没人。哎，这边你可以睡了。这边就是对打他，怎么自己点上去了？我没点嘞。What the fuck？ 他怎么直接点上去了？你看这边可以睡了。算了，没关系。我知道，好，最后一只敌人，这关一共是九个敌人，可是，你只能打了，靠自己了。还好嘛。来 ，my turn。把 AR 转成 RF， 啊，我先试试看吧，试一场吧。小小机器人。我没有劳力，也是刚好而已，我把全部都给你，因为这叫爱情，但是我只希望你，我只希望你照顾自己。
硬哦。あなたにチャンスはないわ。私は完璧よ、指揮官。私なら。分手。我应该宽容，却在伤痛。你应该怎么，却哭着抱紧倒在我怀中。失败的分手，我恨自己相对失重。挡住了你去幸福的路口，失败的分手。来来，我们可能还是有可能会输哦。我们想一下，上面是怎样？上面怎么走？上面补弹药，往右。继续往下吗？雷达不用踩吗？只剩这只了嘛？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只剩这只了嘛？可是啊。自己打就好，真是那么烂，打还要不会扣血的。小菜鸡，自己来就好。己の運命を受け入れな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消えちまえ。諦めろ。お前たち勝算は。靠呗。哎、欸！是这样。指揮官、私なら彼女たちを超えられるでしょう。只要两队100%不会漏兵，不用换路线，不用拆点赞，不用拼运气，火力覆盖全地图。
说你不够坚强，把寂寞打发，该怎么样离开你给的一片海洋。第三回有一队战机场进行补给，二队下去踩雷达。第四回一队杀一个敌人去踩。第四回一队杀一个敌人去踩右边的机场，二队前进一格。哦，好啊，真的是看那个，所以我要把我的部队拆掉，对，我如果要刷这个，大呆嘛，大丈夫って言ったでしょ。穿甲的 AR， 谁是穿甲的 AR？ 忘记你当初说的话，我从来不允许自己留一点泪光，就笑着对你说最近好吗？那个是新手奖励的样子，我没有。哎，你们是说哪一只啊？今天会打星海吗？我标题有写啊。晚上十点会换星海。六 P 六二之前的登陆枪，哇，没有，那但是还打，那是照到或打得到啊。知道怎么玩啊？知道怎么玩啊？这应该可以留吧。
哦，脚准五次有东西哎，我们再脚准四次好不好？中招可能可以哦，还没，我没中招过。
指揮官。这家伙有搞头吗？ご指示を。在白天掏空了勇气，在黑夜宣布平，不懂错在哪里。寂寞的等一个很想幸福的人，等待着一个。需要练吗？我要不要不换不练一六直接练他？干你把一六拆了，你是觉得他？那这个 N2HB 要留吗？要留的，好。连珠三本柱之一，机枪三本柱之一，靠 WIZ， 我怎么觉得你比我WIZ 比我晚玩，对不对？但我干，你比我了解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你是比我早玩的？我玩到现在第十五天，看你的队伍，夹克是你是哪个队伍？你里面游戏 ID 是哪个？干 WIZ 感觉比我还懂哎，好猛哦！都比较认真，我也很认真啊。不愧是主管。哦，布雷克 Jack 就是你哦，有看过你队伍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、哦，大家应该对你的队伍是有兴趣的。来，这个是刚刚那个他说叫我们。他的机枪队长这样子，哎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当初就是看了你的队伍以后，我看到我抽到这支的时候，我才把它留着的。P P K， 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一支什么 ？N G Five 吗？这是不知道什么？这是 N K 喵吗？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三支不知道什么？N37， 那中间这是什么？用奶夹枪，干太扯了吧！哦，这是 NG4 的散弹枪，抢不抢啊？マーク2行ってきます。
哇，好可爱哦！这是干嘛的？怎么那么可爱？我可以操他吗？他为什么长那么可爱？我可以操他吗？所以是他操我，是不是？破家狗。买夹枪。哎、欸，我如果哎、欸、问你们哦、喔，你们如果要解美洲都是打什么？你们如果是解这个夜战的那个美洲，你们是打哪一关？这个啊？我想中招一次哎、欸，我有办法中招啊？要打一字四吗？或是不解？一定是一字四，为什么？干30枚金星勋章，抱歉，我还真的没有。解到有春田庄武后就不解。那如果春田庄武捞到了，春田会变到多强的程度啊？他可以替代掉哪些啊？他有强到这种程度啊？拿了庄武以后。开了也没用。T1 哦，那如果那像中罩这种东西啊，你们会每周一中罩吗？还是中罩也不解？但我真的觉得好亏哦，我刚打一场我就不够血流。每周一次不亏。哦，所以你们是会有，就对，好了解。干 A 八七要想干话，他说想造几次就造几次，但是我只造一次。哎、欸，我打一次那个夜战，头破血流、欸。哎，我这样打夜战好像很吃亏的感觉。这礼拜造了50次中罩啊。赌博游戏靠北啊！我问一下，我如果你看，这是我第一队嘛，第一队这正常吧？打夜战，我第一队应该是正常阵容对。那我第二队，我这个组合啊，我把其中一只改成，譬如说我把这个 N16A1 改成这个呢 NTW20 会比较好吗？或者是我把谁改成 NTW20 会比较好吗？我已经没有 RF 了，他是目前55等，应该还算是可以用的。你觉得这一队要换一个 RF 上来会比较好吗？你说两个 RF 换边吗？一个 RF 过来二队，二队一个 AR 过去那边，这样就好了。
我的 NG 才三十几等而已，你看35等了。所以这个 PK 是可以上的，是吧？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我把一二队交换一下，我再去打一次刚那一关。来，这样大家看，可是要等他们修好就是了。问一下，假如我第一回合啊，我直接踩那个雷达点，我有办法直接第二回合叫兵在那个嘛，就照那个刚刚有人贴一个巴哈的那个，啊，算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5分钟，哦，好，直接给他快修。我看有什么事要做，看一下我宿舍有谁好了。超多 WA， 哈哈
平 A 顶点之一，他不是神吗？夸张哎，你们！监管喇叭了。来看一下有什么任务还没接。我刚打一场就有三十只哎，也就是说我打六场可以解完吗？六场到七场，我还差几个金牌啊？要三十个，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算了，还是我把金牌解一解。这个重罩我没有解到，会不会很亏啊？还是还好？你们觉得我现在要解那个装甲追击者这个打六场一至四 N 比较好，还是我赶快把金牌打一打，打三十个，然后造一次重罩？你们觉得哪一个解完比较亏是不是？靠北。召数十五次，五星的新手。这些你都不会解释。故事就像标本一样，眼前是美丽的假象，却已经死亡。哦，可是解夜战，因为我是他装备也缺啊，所以我打夜战还是有用吧。用手枪吧。你是觉得我应该要干枪？你说我先练枪是？
装备建议是用罩罩出来。你如果一个人跟自己佛放玩这游戏的话，不用氪，慢慢来就好了。昨天我七点就开星海了哦。没有，之前有一阵子星海可能九点就开始了，现在晚一个小时。可我昨天七点就开始了啊。逃げても無駄よ。狙って攻撃。指揮官、聞こえますか？勝利の鐘が鳴ってます。一阵一阵的嘛，前阵子不是在玩那个吗？前阵子在玩那个叫什么《边缘世界》，然后在前一阵子是玩那个战舰世界嘛，是在玩少女世界。嗨，莫森。来吧，春田庄武。他几率多低？春田庄武几率是多少？欸，好打多了，欸，好打多了。120场才出一颗，一颗不就够了吗？难道春田庄武要很多颗吗？他不是只要一颗吗？庄武要一堆哦。你以为他是索隆吗？专武吃专武可以强化，靠，他吃别的也可以强化，不是吗？
干，应该组个春田篮球队。夜战可以自律啊，为什么要炸？我过了吧。哇，好硬哦！小小机器人，我划算吗？我应该细算一下，我这样打一轮要花多少的那个。我觉得解这个还行欸，我解这个每周我觉得不亏欸，但是我要算我每一回合打完我要扣多少的，因为我一次解完是两个每日，两个每周不是一个。你看我资源可以拿到1000、2000、2400，我觉得还行吧。还有那个制造契约，虽然说那没什么用，好像有用哦。AR 带太多就会亏，所以我要把 AR 换手枪吗？就这样打好啊，每队只要3-4人低效出门就够了。这中招那个我可能来不及了，因为我等到要开星海嘛，没有时间打。如果没有要开星海一路站到12点的话，或许可以中招一次。炸！我做到炸一次，绝个没中。干，这边只有掉手枪啊。哦，かっこよくなったじゃん。ありがとう。
散弹枪、哦、SG 啊 ，Showgirl， 是 Showgirl 就是散弹枪的意思。你们又来找我培养感情了，用他热热的地方碰触我热热的地方。妹妹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形态？妹妹，你有人形态吗？想干人家，靠北、啊、妹妹呼噜呼噜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的那一个可以换的，我的这一只，我这只其实可以换的，但是换了它就练不到等了，所以我还是留着好了。包括它其实放一个手枪的话。应该会更强，然后消耗又比较低。各种枪的英文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手枪嘛 ，handgun 嘛，手枪啊。Handgun， 冲锋枪 SNG 对。别抱有太多幻想，别抱有太多欲望，让自己心情少了一些空幻想。如果是真爱。更是值得商榷，那一定很理想。不要轻易的怀疑，不要轻易的放弃，你在我心里还曾有的默契。我一度以为幻觉才能如此的残忍，要重复多少，要积累多少，才能像这样彼此的相遇。其实我知道，纵然你离去，有一种经历这么死心又塌地。干你妹妹啊，我脸上都有毛啊。妹妹，你什么时候会变成人形态？すぐ会えるから。可是这书上都说了，爱是很久忍耐，耗尽我所有。ショータイムの始まりよ。どうこの程度？民間用の武器の威力を思い知らせて。私は完璧よ。指揮官、聞こえますか？勝利の。
暗黑。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有背后尖酸的耳语，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，要独特在。你知道两把五星散弹，哇，好猛哦！深知扑克比，太会造了吧？散弹枪强不强啊？弹小怪好用，打完悲剧。自从看了辉哥台后，我 IDW 都遇不太到了。走吧，我好像我来得及在十点之前把每周解完吗？我什么都，我不求什么，只要让我把每周解完就好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没办法强化，因为打那个夜战没有肥料。每桌中招就算了吧。今天出了 PKP 跟 RFB， 哇，好猛哦！啊，还有两分钟，只好来让大家补个血。あんたが新しいボスか。シカゴタイプライダー。よろしく。指揮官さん、このモーテルカラビーナーハトウンドノインツヒュクルツが、私の名前はワルサ WA2000。指揮官、大仏ライフルの HK416。ちゃんと覚えてくれ。あら指揮官、グリズリーマグナム。今日からあなたについていきます。M950A。私はネゲブ、戦闘のスペシャリストとして着任します。はじめまして指揮官。这有差吗？他大暴徒有差吗？ご指示。自動小銃スチッキンヘビーズ参上。上厕所。相信你会想。
像你现在就要喊金毛，你缺金毛。我缺钱，倒霉啊！金毛是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想先 用手把我舌头上面的妹妹的毛给拿出来，结果把手伸进去以后，发现我的手嘴巴变得更多的妹妹的毛。威尔德哦，威尔德就金毛。经验值真太少了。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的毛会到处乱飞吗？到处都是他的毛。我们家的角落都是他的毛。这很明显，完全是靠 F 的打。
今天真的好少，没有人在打夜战练等的。五只二恩，为什么三只二恩可以练的呢？你们觉得我 NK23 要不要直接扩了、啊？好像没什么差，对不对？要不要直接扩啊？干枪天堂。哦，石头哥，感谢。白痴，我核心多不代表我，这算很少哦。超多东西要那个呢，我准备要五扩了呢，五扩一只就没核心了吧？五扩个两只就核心就干了。一三零真的超会出，一三零是什么？又到了拆枪时候，哪些是要拆的？九 A 九一要拆吗？OTS 一二，好嘞，其他要拆吗？五六之一要拆吗？九 A 九一流。FNC 有练啊，所以我那个先留好了。夜战枪神，五十六之一要拆吗？干春田不行，春田我要组那个足球队了，不能猜。微型物资拆对不对？我歇斯也要组足球队了。MP5。一堆核心可以拆。C 九六拆吗 ？PP 九零，靠，认真。
那就这样了，来检查一下考卷哦，有没有猜错？应该没了。B B， 好久不见。B B 过最近过得怎么样 ？B B。B B 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还 OK 吧？あなたのために尽力します。あなたの障害を一掃するわ。连你都玩了，对啊，很多人都玩了，但 BB 却走了。哎，BB 昨天吃鸡滴不意外啊，那个退群的那个活动啊，那时候 一出来我就想说，干这个 BB 应该是蛮有机会的。BB 我可是因为你才玩的，哎、欸，结果你就走了。为什么那一天要拆 AR 啊？不懂哎、欸。沙哥他们状况不好哦。我看那个活动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点参加欲望都没有，干我上去当漏了。Show time の始まりよ。でこの程度。そろそろ本気出しちゃおうかな。指揮官、聞こえました？勝利の鍵。ショータイムの始まりよ。ターゲット確認。撃て！民間用の武器の威力を思い知らず。あなたの運もそこまで。指揮官、聞こえました？勝利の鐘が鳴ってます。这个叫做霸气十足。哎，对了 ，BB 那个是二打二是吧？双排吗？不是二打二，那个是那个昨天那个比赛是双排吗？BOH2 是什么？双排，哎、欸，那你是跟谁一队？跟小绿吗？
BB 你要打星海吗？秀 time 的始まりよ。敢这样讲太慢了，我直接上 DS。啊，我在讲事情哈。你在聊色对不对？不是。好，你们聊吧。干，他们在聊色啊。等他们聊完色吧。没事啦，他打那个、啊、实况组吃鸡大赛，吃鸡鸡大赛，不是、啊、吃鸡大赛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口急。太太装舞，干我没打到。所以是跟小绿一对是吧？第二名是哪一队啊？昨天？昨天第二名是哪一队啊？所以 ，BB 你有很多肯德基的券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应该吃不完吧？吃那么多肯德基对你的身体也不好、啊、，BB。卫生第二。三分，我来得及吗？之后的台剧在肯德基办的。靠北啊，我今天有照枪啊，但是我今天都拿烂烂的，只有拿到一个四星，其他都二星了。而且我
我三小时十分钟照了五次，连续五次哦，三小时十分。我觉得我就快修好了，我快修这两个，然后再打一次，然后出来再让他跑，再打一次，就刚好十点前可以解完。没下载地图过那啥，哦，我也没下载地图过，说实在。指揮官さん、はしたないことはよしなさい。他の子たちが困ってるわ。七七的女生是怎样？心配しないで、ダーリン。すぐ入るから。この程度ねえ、攻撃指揮官聞こえました？勝利の鐘が鳴った。没有，没抽到。我们的 conversation is over。G11 M4A1